哎，你会游泳吗？不会。狗都会游泳，你连狗都不如。那你会吗？我当然会了。哦，原来你跟狗一样。大师，都说好白菜都让猪拱了，那我这颗白菜算是咋回事啊？你不知道啊，猪也挑食。请问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是光棍？拿不起彩礼。啊？那彩礼多少钱呀？2万。2万也不算多呀。谁说不是呢？我原来要10万呢，现在都降到2万了，还是没人给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现在有对象了吗？算是有了吧，就是关系不稳定。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什么叫关系不稳定啊？有时候能梦着，有时候梦不着。哎呦我的妈！人的一生离不开葱姜蒜，请问这是为什么呢？每个人都是来去匆匆，能将就就将就，实在不能将就，就算了。哎呦我的妈！